那刘先生，你下一批货有多少？2吨，都是上好的老虎牌，品质要比你们从坎肯拉手里借的货要好得多。具体的交货时间呢？所有他们正在加班加点的干，你也知道，这都是秘密加工的，所以呢，具体交货时间呢，咱不能限制的太死。3个月以后吧。我会提前一个月跟你联系的。啊，那货从哪儿过来呢？当然是中国通道。中国通道，很安全吗？根据我们的情报，中老缅派湄公河105案的联合专案组正在对云南的通道加以清剿行动。出货的那300公斤毒品，不是就被截获了吗？我刚才跟你说过了，那300公斤毒品，那是卡里拉的，不是苏沃的。苏沃这条通道是很安全的。刘先生 ，A 先生不是傻瓜，啊？苏沃为了借中老缅派四国警方的手除掉卡里拉，可谓是不惜血本。300公斤，你知道拿到国际市场来能赚多少美金吗？看来什么事情啊？都瞒不过 A 先生。你们动了中国人 ，A 先生非常生气。他让我转告你，你们这是走了一步烂棋。中国政府现在已经不同以往了，连 X 国政府都对他礼让三分，哼，你们却不知好歹，拿13个中国人的性命开玩笑。A 先生让我告诉你们，无论如何，要把这个屁股擦干净。放心吧，我会处理的天衣无缝的，只要 A 先生跟我合作就行。刘先生，其实 A 先生对你们跟卡里拉之间的争斗并不感兴趣，是我跟他说，卡里拉只是一个强盗，不是一个好的生意人，更不可能有本事生产出像老虎牌这样的冰毒，知道吗？我才是站在你们这边的人。谢谢琼斯先生在 A 面前对我们的赞美。来，这是我和苏沃对您个人的一点谢意。谢谢你，放心， A 先生已经决定插手这件事情。我们给你们注册了一个专属的聊天室，账号和密码以及我的用户名都写在上面，你记下来之后立刻销毁掉。放心吧。 A 先生还让我转告你们，你们必须保证每年不少于5吨的老虎牌冰毒经过 A 先生的手进入国际市场。麻烦你转告 A 先生，只要他跟我合作，每年6吨全都是上好的老虎牌，怎么样？刘先生，你可真是大手笔啊！好啊，好啊，那我们再确定一下，你第一批货有多少？交货时间？2吨，3个月以后。好，我相信 A 先生一定会非常期待跟你们的合作。嗯，好，谢谢。请你吃饭是第二次，第一次你没答应啊？对，第一次是我请你吃的饭。你没请我吃饭，请我喝的酒。记得还挺清楚，反正是我请的你，对不对？没错，所以今天啊，我要好好请请你啊，找一个位置啊，我来买包子。二队早。哎哎哎哎。哟呵。热乎
乎的啊，够贤惠的啊。贤惠吧？啊，像我这样的不好找了啊。想吃吗？明儿给你买啊。啊，你怎么来了？你不是在医院吗？进来吧。想你了呗，人不就是这样，贱呗，啊？说的什么话呀？这是。路过小丽早餐店，给你买的早餐破酥包子，赶紧吃吧，啊！我还说等我忙过这阵儿去看看你呢，没想到你就来看我了。啊！别搞得那么客套啊！老夫老妻了，谁看谁不一样。嗯，要有什么事儿你就赶紧说啊！我下午真的有事儿，我要跟江机长去内比都呢。哎呀，你可真忙啊！我能有什么事儿？哎，对了，你还记得去小丽早餐店吃包子的时候你说过的话吗？你跟我说。哎呀，像我这样，如果一天能吃十个破酥包子的话，就你那点工资，能供我几年啊？哎，你说我那阵儿怎么那么天真啊？就是一个傻小伙，是不是？就没听出来你是在勾引我啊？去一边去。真的，要不是郭大奇这王八蛋说喜欢你，让我们别对你下手，其实那时候你赶紧拿着。喝两口，嗯，你这仗义劲儿这会儿都出来了啊！你现在呢？现在仗义劲儿去哪儿了？嗯，我现在怎么不仗义了啊？你说你怎么不仗义了？你家局长对你多好啊！我们整个联合专案组就两个组长，一个正的，一个副的，天天因为你的事儿吵架，你觉得正常吗？不正常。不正常怎么办啊？改啊！知错就改就是好同志，说到做到啊！说我两句，啊，我特别喜欢你批评我。哎，吃早饭啊，吃饭不积极，思想有问题。来，破酥包子。哎，我正忙着呢，你有什么事儿跟你说啊，别在这儿逃，快点。我能有什么事儿？跟你告个别。你要去哪儿啊？我去医院啊，我还得回去接受治疗呢。高爷，你病情的事儿是我给江局长说的。可是我都是为你好，你知道吗？像你这种状况，应该尽快的进医院接受治疗，越快越好，不能怪我。没怪你，你是我老婆，你不为我好，为谁好？今儿太阳打西边出来了是吗？啊，你突然变那么懂事儿啊，真乖，变了。长大了，嘴甜吧？嗯，懂事吧？嗯，乖吧？乖。你是不是特喜欢？嗯，行了，赶紧回去吧。你看我这一大堆的事儿啊，还没做完，做不完的话会挨训的。快点管。我还有事儿呢。你赶紧说呀。江局长，嗯，哦，关局长，你好。
江局长，我刚刚接到保安副总监的电话。啊，坐坐坐。好。他非常反对你们提出来的让我们缅甸政府对猛红还有他的基洛集团进行秘密调查的工作，他觉得这样做实在是太草率了。啊，江局长，上个月猛红还有他的基洛集团因为种植橡胶而效益显著，得到我国林业部的嘉奖。不过茂昂副总监他也说，如果联合专案组利用自己的情报网络对猛红还有他的基洛集团进行秘密的调查工作，他原则上不反对，而且他会叫大其力警察局局长吉海加以配合。好的，代我感谢茂昂副总监。我会传达的。哎，没事儿，我先走了。冠军，你有人选吗？要说人选，恐怕郭大奇最合适。可以。江局长，你这次去基洛的任务，就是要摸出基洛到底有没有秘密的地下制毒工厂。如果有，缅甸军方就有理由进入，并把基洛控制起来。所以甄别猛红是不是苏沃不是你的主要任务，明白吗？明白了。那我以什么身份进去？我们已经设计好了，以矿业商人的身份进去。等一会儿有两个矿业方面的专家给你做这方面的培训。你到了大其力之后，大其力警察局的局长吉海会安排你进入基洛的时间和方式。江局长，那我什么时候出发？我们商量了一下，你利用这段时间呢回趟家啊，跟老婆孩子聚一下，把家里的事情安排一下。出发的时间定在两天以后。不用了，江局长，我老婆把家里安排的都挺好的，我想早一点去基洛。您放心，我一定会完成任务的。大奇啊，你还是回去一趟。关局长，您的意思我明白，我知道这次去基洛很危险，我有这个思想准备。可话说回来，干我们这行的哪一项任务不危险？说实在，自打我穿上这身警服，我就早都把生死置之度外了。如果我这次真的光荣了，我老婆会把孩子拉扯成人的。可时间不等人，湄公河105案不等人。江局，这是您要的资料。交给大齐。哦，大齐，还有一个 U 盘，剩下的情报员还在搜集当中。一会儿，大齐后天去基洛，在这段时间里头，如果有什么新的情报进来，你要随时跟大齐联络。好。所以我们联合调查组认为，坎里拉目前是湄公河105案的最大的嫌疑人。根据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看，坎里拉已经逃进了缅甸北部的松林，具体的方位不明。要想在这茫茫的丛林里找到坎里拉的行踪，对我们来说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得到贵国政府和贵部的配合以及大力支持。好，江局长，坎里拉不仅是杀害13个无辜中国船员的最大嫌疑人，也是我国政府一直想铲除的一个毒瘤。这次我们正巧借着
中岛缅泰、湄公河105大案联合专案组的东风啊，将坎里拉武装贩毒集团一举歼灭。我们跟中国警方联合办案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在这之前已经有过非常愉快的合作经历，至少我跟江局长就一起联手破获过两起跨国贩毒大案。江局长，你们有什么具体的行动方案吗？要造成坎里拉就是湄公河大案凶手的这个声势，让坎里拉彻底成为惊弓之鸟。这是我们中国36计中的当中的一计，啊，叫做打草惊蛇。下面我来谈谈具体的方案。接着装，演啊！啊啊！小王呢？小王，我让他买东西去了。你不说你犯病了吗？哎呀，你才犯病了呢，大齐！我要不说我犯精神病，你能来看我？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人！哎呦，高爷，我求求你了，我那一堆事儿呢，我哪有功夫跟你扯淡呀？哎，你不就是去记录吗？不是，这是机密，你怎么知道的？机什么密？我跟你说，去基洛派人这个事儿，还是我跟江局长说的。啊，本来应该是我高爷去的，现在派你去了，你就高兴了啊？你少来吧你！江局长怎么没跟我说过？你不信你就问他，啊，啊，问你出行顺利，咱们喝杯酒，替你高兴高兴，为你送送行。不喝，你知道我不能喝酒。你装什么装啊？你不喝白酒，红酒没问题吧？我跟你说啊，这红酒代表了中国文化，红色代表着吉利吉祥。你这回办案不想吉利吉祥？废话，我当然想吉利吉祥。那想就喝呀，不喝就不吉利，不吉祥。你这张臭嘴啊你！来，干了啊！一切顺利就这一杯啊！嗯，好。啊，好酒。嗯，不是，你这酒里怎么有白酒的味道？有吗？废话，你闻闻。哦哦，对了，我前天喝白酒，可能没洗干净啊。你说你什么人啊你？你杯子都不洗干净，你就让我喝去？你行了吧你啊？哪那么多穷讲究？有酒喝就不错了。哎呀，想一想啊，大齐，嗯，你说我们俩也20年了，是不是？好兄弟，这20年我从来就没把你当成我的领导，我把你当成我的好哥们儿、好兄弟。哪一回啊，我在你面前都没正形，然后给你捅了不少娄，害得你天天为我背黑锅。可是我一想到这个事儿，我就特别特别感激你。高爷，你知道吗？你今儿总算说了一句人话。行了行了，咱不说这些不高兴了，别搞得跟生离死别一样。没错，别搞得跟生离死别似的，咱们高兴高兴。来，兄弟，祝你一切顺利啊，好去好回。不喝。我跟你说啊，这杯酒你一定得喝，因为这杯酒是祝你儿子以后能考上重点大学。那也不喝，不喝就考不上重点大学。不是，你是人吗？你这张破嘴，你还是我孩子他干爹吗？来来，什么人啊你？啊，咱儿子大学考上了啊，
回头学费我付一半啊。大齐，你还是那么傻实在啊？不是，你这酒肯定有问题，我跟你讲。有什么问题啊？哎，对了，这回你怎么出境啊？啊，从景洪港走，坐顺子的船走。啊，坐顺子的船。我跟你讲，高爷，这酒绝对有问题。有什么问题？怎么了？上头。行了，多喝两杯，高兴高兴啊！难得，哎，老规矩，唱歌喝酒，来，我先来。就你这破嗓子，你还唱？送战友踏征程，默默无语两眼泪，耳边响起驼铃声，岁岁岁岁岁，十五的月齐，对不起了，哥们儿。红酒里掺了点白酒，我这回不是跟你抢功，因为你还有儿子，而我女儿已经没了，所以我去比你更合适。等你醒来的时候，我已经走了，把这两封信交给将军，还有我老婆。我爱你们，我的好兄弟。孟王副总监，我这边突然有点急事，我一会儿给你打过去，好吧？好，就这样啊。嗯嗯。什么事儿？高爷跑了。跑了？出境了？去基洛。他呀，给大齐喝了一杯红酒，红酒里边掺了白酒，大齐喝白酒就晕。这是多久的事？四个小时之前，大齐醒来之后给您打电话了，您的手机打不通，就给我打过来了，说高野留了两封信，一封给你的，一封给我的。公安局长知道这事吗？应该还不知道。喂，喂，老关吗？我是海峰啊。高野偷偷的跑出了医院。在他私自出境之前，一定要把他截住。出境？高野为什么要私自出境？你现在马上务必把他截下来。嗯。高野前两天突然跑来找我，说了一堆莫名其妙的话，原来他早有预谋的。对不起啊，将军，我这人太粗心大意了，没想到。不，这件事的责任在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高野现在正在从版纳到孟纳的高速公路上，应该还有20公里就到达孟纳了。你看，车现在在这个位置。耿局长，关局长，我现在命令你马上赶到高速公路收费站拦截高野。高野是西双版纳州公安局禁毒支队的高野吗？整个云南公安还有第二个高野吗？你赶快，他离你们县还有20公里。怎么个拦截法？是逮捕吗？把他扣住，马上带回版纳联合指挥部。那高野坐的是什么车？我也不知道，你一辆车一辆车的跟我查，尤其是出租车，我会跟你保持联系的，告诉你高野的位置。是。把高速全部封锁，给我挨个检查。是。请出示证件。高爷爷已经到了收费口。关局长，你确定高爷爷已经到了收费站口了吗？我确定。好，等会儿再给你打电话。关长，完了，我觉得不太对劲儿啊。你什么意思？咱们一定是被高野耍了。那位警察同志问我今天有没有从版纳人民医院拉过客人，我说拉过，不过他去了景洪港，然后他又叫我到这里接他一个朋友。这个手机是他的吗？是。耿局长，你这情况怎么样？关局长，我们只找到高野的手机。听司机说，高野已经到了景洪港。师傅，去哪儿啊？景洪港。好嘞。谢谢了。顺子，哎，郭局长怎么没来啊？啊，还有事儿，不去了，派我一个人过去。行，上城吧。对了，计划改了，不去钦麦了，咱们去金木棉岛。好嘞。不是跟你讲过吗？这个时候不接任何电话。对不起，李老，是高野，他说有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哎，高野吗？李秋生。哎，李老，你好，麻烦你个事儿啊，能不能叫小袁晚上6点到金木棉接我一趟？没问题。谢谢啊，咱们见面再聊。我等你。性命攸关，这就是我不让他去的原因。关局长不是已经查到他的手机信号了吗？说不定能在版纳直接把他截住。那小子没那么傻，我敢断定他这会儿已然出境了。那高野这次肯定捅下大娄子了。高野在大齐里有些什么情报资源，你知道吗？我不知道，虽然我们俩是夫妻，但是我们的情报网大都是单线联系的，情报并不分享。一会儿，你现在得明白，高野的情况
我们暂时不能向缅甸警方通报，因为这样可能使我们的计划会泄密。我知道，但是我担心的是高野的冲动。如果猛红真的是苏沃，那他一定会不顾一切的就跟他拼了。喂，何亮吗？将军，我是何亮。高野很有可能已经到了大齐里，他此行的目的地是基洛，你无论如何想尽办法要在大齐里截住他，好吧？是。老关。老姜啊，高野已经于上午12点从景洪港乘宝丰号出了境。我刚才与网报的船长通了电话，他说半个小时之前高野已经在老挝的金木棉岛上岸，有一个年轻人来接他。老姜，高野为什么要去金木棉岛呢？他此行的目的地不是金木棉岛，而是基洛。他知道我们派郭大奇去基洛整个计划吗？老姜啊，这回要出大事了。高野要是真的擅自进入基洛的话，那我们的全盘计划都要被打乱了。老关，这些事情最好不在电话里讲啊。老姜，先这样，我这边一有高野的情况我马上向你通报。老姜，老姜，关局长，我是欢子，张老师的病。哎呀，你这个时候就不要给我打电话添乱了。江局长，我申请去大齐里寻找高野，绝对不能让他到达基诺。要是去了基诺的话，不光他的生命安全没有保障，也会给您、关局长以致咱们整个联合专案组都会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我现在担心的不是什么影响，我担心的是他的性命。据我所知，蒙红这一年多来的财政压力很大，在他领地里面那些珍贵的木材啊、砍啊、伐的差不多了，最多也就剩下一年多的生意吧。他那些矿产资源也面临着枯竭的地步，所以他最近请了一批日本专家在他那个领地里面到处探矿，赌场的生意也越来越差。他现在就只有靠他8年以前种下的1000多亩橡胶林的收入来撑场面，手底下有300多人的保安队，你得要发给他们军饷啊、武器弹药啊，还要维持着禁毒以后的一个繁华的门面啊，所以他压力很大。哎，于慧。大齐，你现在说话方便吗？方便，你说吧。我有件事想让你帮忙，就是高野给我留的那封信，你现在能帮我读一下吗？这是高野留给你的私信，我拆开不合适吧？这没什么不妥当的，都什么时候了？再说了，我跟他还有什么秘密啊？行，那你稍等一下。于慧，信我拆开了，你听好啊。
亲爱的老婆，这是高野说的啊。亲爱的老婆，你老嘲笑我连封完整的信都写不出来，可我自己觉得好歹也是大学本科毕业，局里的公文和报告我也没少写，怎么就写不出来一封信呢？后来才知道，你是怪我从来没有给你写过一封情书。那么好，这封信就算是我给你写的第一封情书。第一，我爱你。在情感方面，我一直都是一个自以为是的人。当僵局提出给我介绍女朋友，我当时还很不情愿，可是见了你第一面，我就忘不了你了。我整天找各种理由和你在一起，终于有一天，我鼓足了勇气对你说，于慧，我想请你吃个饭，可是你说你没空。那个时候我真的很失望，可后来你又走过来笑嘻嘻地对我说，吃饭就免了，你还是请我喝酒吧。那一瞬间我高兴得要死，后来我醉了，你走了，当时我拉着服务员的手说，于慧，你嫁给我吧。最后我被人拉回到局里，被僵局骂了一顿，不过我还真得感谢那个服务员，至少在那个时候我把我心里想对你说的话都说了出来。第二，我不该伤害你。两年前苏沃害死了我们的女儿，两年来我每一天都在痛苦中度过，而这种痛苦最后也伤害到了你。我和苏沃之间的仇恨反而变成了一场我们之间的互相伤害，但这一次我不是任性，只有抓到了苏沃才能彻底地解决所有的问题。如果你无法理解我，请你再一次地包容我，如果不能包容我，也不要恨我。老婆，我不是说过吗，我只希望哪一天我走得比你早，我会舒舒服服地躺在墓地里，看着你在墓外伤心地为我点烟烧纸，听你唠叨那些后悔的话，听你说你想我，你爱我。别离开我，我知道你很好强，从来不喜欢表达自己的感情，认识这么长时间了都没怎么见你哭过，我其实很想看你为我哭一次，靠在我的肩上，躺在我的怀里，因为你的眼泪都流在了心里。最后我想跟你说的是，你扔掉的结婚戒指我又买了一个，那天我藏在给你早餐的包子里了，希望你没有硌到牙。老婆，我爱你，永远爱你，高野。大齐，那个包子现在应该还在我房间里呢，你去帮我看看，我是不让服务员给我打扫房间的。于慧，你稍等，我马上就去。好，谢谢啊。于慧，行了，别担心了，戒指找到了。那你帮我收着吧。行，没问题。李导，你
看看能不能帮我一个忙啊，你帮我调查一下猛红的三家公司里边哪个公司用这些化学原料做？什么原料？这些都是制造冰毒的原料吗？没错，要制造上吨的冰毒，必须需要大量的原料。我怀疑在基洛有一个秘密的制毒工厂。这个忙我可以帮，我在基洛还认识一些朋友。不过你得给我点时间。没问题，你先帮我调查，我呢，自己到基洛去调查调查。你自己到基洛调查调查？你怎么进去基洛？你怎么接触猛红集团？你不要忘了，基洛是猛红的地盘呐、啊！你一个中国人进去多醒目啊！你三分钟就被抓到，你开玩笑？再说你现在是去调查人家的秘密制毒基地啊，这是玩命啊！基洛这么大的地方，猛红它有三个公司，有四个工厂，在基洛镇上面的人口常住的就有10000多人。你想找一个这个小小的一个制造冰毒的点，怎么找？现在制造冰毒不要多大地方，车库里、山洞里、小角落都可以。你正在找，你找不到，你被人抓到吗？抓到你不见了就没了，开什么玩笑？李老，我记得你跟我说过，你跟猛红有过交情，是吗？这个人呢，城府很深呢、